开始，现在我要示范的是凤梨。现在我们做四，做18个，每个泡之间要扭转5次，最后做一个二，然后把它做连接。然后我们以这个为准，右边3个，左边6个，把它做连接。接着，我们右边3个，左边3个，把它套住、卡住，这样。然后下面有6个泡，上面2个泡把它做连接。同样这一边也是有6个泡，上面2个把它做连接。接着，我们这个泡要把它塞在四这个洞里面，这个泡也是同样塞在这里。然后我们这个二做熊耳结，熊耳结把它套进去，再藏起来。塞好，然后藏起来。这样子，然后我们这个方向有一个洞，是它的前面。我们做一对眼睛，这边一个小泡，把它塞进去，然后把它移上来。然后这个鼻子，我们做一大一小，同样这个小泡把它塞进去。就变成这样子，然后这个我们做8环泡，2个熊耳结，8环泡，然后做一个10环泡，8环泡，这样我们的凤梨就完成了。